经济状况也是啊，觉得可能农民略少，再稍微补点啊。四矿八基地，四矿八基地的话，确实农民要比较饱和才行。嗯、哦，又去空投别人，但是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胡克什么都防住了。嗯，不过就是自杀造的略少，这个撞海盗的时候他都不肯撞，对手四个海盗他都不肯造八个自杀，还只造两个去撞。大量的刺蛇去救，刚一扫这边有闪电，好，电一把，哎，引刀走，引刀走，这样的一波骚扰，就想电一把，没电吧？他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两把电，刚才电瓶已经复光了呀，啊，还真有啊，陈老师的闪电兵就是厉害呀。塞两个四矿农民，这比直接死了好多了。正面正面正面来了，这边这部队太可怜了，就哦还好后面有一个，但是这个让虫子抢高地了，哎阵型没摆好，哎不错不错，哎请君入瓮，然后放闪电，哎不错呀，你只能冒闪电的炮火进来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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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就是欧弟这就位。哎，这个荷兰军这一下子被闪光了。荷兰军选的这个timing比较的奇葩呀，他的主力部队和很大一部分还被牵制在自己的主矿。嗯，兵太多了，我就送一点。啊啊，对对，到时候好操作。八兵，对八基地，那还是充足暴兵啊，更好一点。三本已经好了，狂狗在升。嗯，陈老师又憋了一个大部队，陈老师很能暴兵啊。是，但问题是陈老师这一波去送，不是这次就跟陈老师在送了。哎呦，四面八方的包夹，是啊，你这哪来自信 A 出去的呀？人家是，人家刚刚是懒得操作，所以送一点，你这怎么就那么实诚的 A 出来了呢？你这，哎，陈老师这大局观呀，行了，那不 A 也不行啊，这守高地再守一波，然后等金眼虫开四矿，哎，是吧？然后继续秉持着那个骚扰的大局，嗯，骚扰的打法。继续把别人往后拖，虽然劣势仍然很大，但起码他小看了胡克大军军的暴兵能力。嗯，胡克的暴兵是杠杠的，你们中国选手的暴兵都是学胡克的，这下就要被 A 死了呀！哎呀，我们的陈老师就这样的离开 OSU 的舞台了，太可惜了。主要是开局被溜的那些狗啊，哎，就是那个龙骑士长得还不够胖，嗯，所以说长得胖好啊，大家要像我一样多吃多长肉，胖一点的话更稳定，嗯，堵入口的时候就能展现出优势了。现在就真的是 A 了，陈老师，嗯，又扛住了，虽然是艺术家对吧，但居然被器材击败了。器材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啊，这是人民的艺术家，这是资本主义的器材，万恶的器材，把陈老师带走了。哎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陈老师又一次的展现自己非罪精神啊，不展现了，GG。这属于傻瓜相机几百专业型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恭喜我们的胡克大将军啊，还是证明了自己 ZP 有一手的。哎，陈老师是第二局确实有点可惜了，第三局更可惜，嗯，两个致命的失误断送了自己。PVZ 不好打呀，稍微失误就问题打砸地严重。嗯，好，拿到了一张 study girl 门票、哦，石瑞祥的一个入场券。嗯，到时候就去选人仪式了，可以那凭此更进入。好，那么今天呢也是抽奖、哎，抽奖。哎呀，现在看看现在的时间是21:03，要多少秒？三秒啊，啊，4分3秒，21:00，403楼，嗯，403楼，我来看一看啊。